Hello YouTube, welcome to my 海岛系列。我们今天呢，终于来到那个我要你陪着我，看着那海龟水中游呀 ，Laguna Resort。那这群人在做什么？来介绍一下自己。我叫君文，我叫雪琳，我叫 Jesse， 我叫小浩。然后那边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那个夏日摸摸茶的白色餐厅。终于知道夏日摸摸茶，因为这是我小学的电影来的。夏日摸摸茶1999年的电影。1999年啊？啊，你们不知道的、啊？这样就是我6岁了。记我。然后他们1999年拍夏日摸摸茶，2009年拍夏日乐悠悠在浪中岛，今年是夏日摸摸茶20周年。然后这就那时候拍夏日摸摸茶的地方，那时候就是任贤齐啊、郑秀文啊、牛啊、光良啊，日子一天一。一天过，哇，这 Q 来 Q 去没有用。我不管你懂不懂我在唱什么 ，No No， 我知道有一天你一定会爱上我。哎，这没有默契，没有默契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子。你们看这里可能就很暗啊，什么之类。我们来看一下空拍图，为什么 ？Run 啊，因为是他拍的，不美就找他。啊 ，Let's go。回到陆地了。回到陆地了。我知道有一天，我要你陪着我，看着那海龟水中游。啊，就是他们三个。好，我们现在带大家去参观一下那个房间。我们拍摄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是虽然是11月才上片，可是我们拍摄的时候呢是在10月。其实现在的热浪岛呢，10月份它的没有很大的风浪啊。可是十几年前呢，风浪是蛮大的，所以我们拉古纳的负责人是告诉我们说，10月份呢其实也是可以来热浪岛旅游的，就是如果你们还是想要来热浪岛，10月份也是可以来的。你们看多漂亮，哎，再看一下，啊，看不到，我们先去看看我们的房间长什么样。Boom。他们在就是 check in 这，拉古纳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是4个人一间房间，而且它的比较像是度假的地方啊。你们可以看一下这里，就是他们这里有一个很舒服的 bar， 或者说就你可以坐这些木质的椅子啊，可能有点背光啊，大家看不太到。那我们去看我们的房间。拉古纳的好处就是它每一个地方啊，它都有一个指示牌。哦，很累啊，你知道我每次来都要驾车来。各位观众，你们喜欢楼上的，如果是这种啊，喜欢楼上还是楼下的那个度假屋？如果喜欢楼上的可以留言一下讲为什么，如果喜欢楼下的也可以说是为什么。唉，10在哪里？你慌麻的。哦，到了10。亲爱的客户，晚上请勿把您的衣服或私人藏放在露台，请勿喂猴子。来，噔噔噔噔。噔噔噔噔，晚上就可以在这里，你们不要乱做事情啊！啊，这两个啊，现在是一对的。OK， 乐乐配对的。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惹浪的事情就让他留在惹浪。好，来看看房间。这个房间算是比较贵的房间，它是少数的，就是单人床，因为我要求他才给我的，很大很大很大。这海景床就是你打开 ，That's a view. It's a really good view. 说真的，人生有几次可以看着这样的海洋？你们看。那是那个几个人在干嘛？你们在什么？哎，这个椅子比较爽。老板娘。啊。老板娘。爸爸。你可以把你的脚放在头上吗？
不可以？快点！哪里有人叫人家把假放头上的？快点！哇！哎，贴久一点嘛，画面还没有拍到你就。好啦，房间就大概长这样子，等一下我带你们去看他们的房间，等一下见。这个现在就是我们看马古拉一般的房间，这是俊文的房间。Let's go。排蛇嘛，他房间刚有猴子进来。哇，这么点暗。那个我可以开窗一下吗？进来要擦脚这个啊？哦，我知道不是暗的，其实是因为我戴墨镜。我戴墨镜，我感觉很暗。我们今天呢，这个房间介绍要交给雪薇来。我们现在的 KKJ 进来啦，我们的 KKJ Family 的女主持人。真的咩？我是娇。这样欢迎来到俊文的房间哦。然后首先我们来看厕所，我就看到 Goki 在洗脚哦。哦，因为我们在海岛里面是不穿拖、不穿鞋的，这是他的厕所。所以呢，这是标准的拉古娜房间。这不要开灯，是我戴墨镜还是怎样？我一直怀疑我自己，你知道吗？有两种房型，一种是两张单人床，一种就是一张双人床，就是给俊文跟雪莉他们用的那种翻云覆雨。然后就是会有一个烟灰缸，然后告诉你说不要抽烟。他告诉你说不要抽烟，然后给你一个烟灰缸。我们现在去找拉古娜负责人来看一下我们这里的售价到底怎样。再见，拜拜。哎呀，我们来到这里，哎呀，这次呢就是很感谢 Miss Dion。嗨，大家好。我要你陪着我，看着那海龟水中游。啊，就在后面，你们可以看到那一间啊，就那一间。我想替观众来询问一下一些问题。嗯，来吧。热浪岛大概旺季是几月到几月啊？六七八是最多的时候。嗯，对，所以就是六七八，你就算有钱也要提早定位。对，但是如果你要讲风景美少人的话，我是很建议就在十月。哇，啊，来大家看看我的什么来了。耶，我的 ice 嘎酱，这个就是它会做效果哦。这样子都给它入镜一下。这个就是来拉古纳就必须要尝试一下我们的艾斯卡酱，味道不一样，好吃吗？发音到很硬耶，你这样子没有讲好，这样直接拿过来，就是要这样，是 OK, 自然吧。可是它的那个花生是 OK 的，蛮特别。我觉得整体来讲也是很好嘛，因为来到江浙的天气，对对对，来一口就不一样了哦。哎，凉哎，大家记得，我们还是再次呼吁，在海岛上面的冰块都是很珍贵的东西，对，因为都是从外面运进来的，对，他们运到岛里面的时候已经消失了三分之一到一半，所以要很珍惜。对对对，这个很珍惜。我们刚刚聊好啊，六七八三天两夜要多少钱？在800之间。800块一个人？800之间呐，意思说就700到900之间啊。对，700到900。三天两夜。三天两夜包含着两天住宿，两个晚上的住宿。对，两个早餐，两个午餐，两个晚餐，还有三次的出海，然后还有来回的船票。嗯，对。哎，什么三次出海是什么？两次是那个我们叫 deep sea 是在水中央的，然后一次是在 marine park。所以你来热浪岛是必须要到的一个地方，就是叫 marine park。我们明天的节目就交给那四个小朋友去 try, 然后我去带我的，因为你知道你会潜水，你在看到那个地方就觉得不一样啊。要我们要给那些不会的人啊，就是不会潜水的人啊，对，因为一般上也很少人会潜水。如果是六七八是800块上下嘛，对，那十月份呢？哦，十月份价钱是超便宜的，大概一个人是在400多左右，就是半价。对，但是因为没有人来，因为现在人家还不能接受，到现在他们还不能接受，原来如此，十月的风景是这么美，你可以看看，是完全不一样。你不要这样 hot sell 嘞。不是 hot sell, 因为我美大家看得出来的。因为我是很想带给大家知道这个信息，就是真的是不要以为六七八就是旺季就是来。哎，那三月份呢？三月的价钱跟我们十月、九月的价钱是一样，因为刚开岛嘛。通常我们是三月、九月、十月的价钱是一样的，因为一个是刚开岛，一个要差不多要关岛的时候啊，这两个月的时间都是非常的很好。好，最后一个问题，观众要怎样买到比较便宜的？因为看 Goki 讲来听。
有啦，你就尽量的 follow 我们的 Facebook， follow 我们的 Instagram， 我们时常都会有做 promotion 的。啊，报我的名字没有用啊。报你的名字，你尽量咯。Facebook、报我的名字会好一点啊。我也是报他名字。对，报我的名字会好一点啊。所以要怎样联络？有联络电话还是什么？有啊，我们都有联络。你要上我们的网址。不是、啊，有没有 special 的那种 discount 的电话？好吧，找 Cookie 会找我了。哦，不要找，千万不要找。就找我们的 sales office 哦。找 sales office 想说看 Goki 讲的 Laguna 介绍、嗯、然后看有没有 discount。 对，这样可以吗？尽量来在三月啊，九月十一。对、啊、因为这个影片是十一月的嘛，嗯，所以我们十一月上，然后三月还要再多等几个月啊、嗯、没有，你十一月上你就可以开始 book 三月了吗？可以呗，可以，明年三月开始已经开始预定了。哦，他刚讲到吃的晚餐不一样，我们来看一下晚餐长什么样啊。回到晚餐时间了，你看这几个人睡到刚刚好，都累到要死。这里的晚餐是完全采用buffet制的，我们来带大家来看一下。哎，一样，这里它会有沙拉，而且我觉得还蛮新鲜的。甜点、蛋糕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，有这个，哦，就是那个饭。哎，这个鸡肉。灯光有点暗啊，不过我觉得应该是蛮不错。咖喱牛，嗯，不错。这个是，就我们去那种妈妈会有的那种蔬菜咖喱，奶油鸡肉，三个人用两个盖 ，cheese potato， 还有一个羊肉汤，应该很香，大家吃一下。哦，这里还有饭。哦，它两排是不一样的，我刚以为两排是一样。它这两排是不一样的，果然这里是不一样的，这里跟 Long Beach 的食物不太一样。这是芋头跟鸭，这是鸭肉，我们可以看到这是鸭肉芋头蒸鱼。哇，这是日本豆腐。我这样子算一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样菜，好夸张多哎！这个真的是我去过最多自助餐，可能是因为他们这里的游客比较多。这里还有其他的啊？炸薯条和牛丸，这个有手切羊肉哦，意大利面哇，这样这个你自己在吃意大利面啊、哦？这叫酿豆腐，色角酿豆腐。真的超级多哎，我真的没有看过这么多哎，我去过这么多海岛，也没有很多，其实去过五个海岛，这里的自助餐是我看过最多的。我们等一下来问一下他们吃饭的感觉，我们等一下见。不是我夸张，真的，我是这样子啊，就这样子，这个啊，几锅饭你们自己讲，你看。这次比较少，哎，这更少，是这两个人过分了，这两个人过分。好，真的觉得这一家buffet有点让我惊讶。这样，学习姐你觉得怎样？嗯，真的蛮不错，很多选择哦。我每次都觉得好吃，不夸张啊，你只要有东西吃就可以了。啊，哎，觉得这里的buffet怎样？很多选择哎。他的饭很香，好吃，很中式啊，凤梨啊。我终于知道啊，这样多人拍影片的好处是什么？因为每个给的单都不一样，所以很好剪，时间可以拉很长。我一个人拍影片很累，以后有这群人在啊，哇，就这群人。我们这个叫 KKJ Family。好了，这个景就是我们在拉古纳第一天从 Resort， 然后风景，还有一些就是在热浪岛或者拉古纳的什么季节，到最后他的晚餐，我觉得还蛮充实的第一天。明天我们就要开始潜水了，这几位朋友明天会代替我去浮潜，我就不去了，因为我要去潜水，明天就交给他们了。他们会从看日出开始。 OK 不要来了，喜欢举得来，不要把我频道弄坏呀、啊！我们明天见，老规矩了。喜欢这个节目的 YouTube 看到的话，就点赞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。如果在 Facebook 看到的话，记得把它分享哦，分享出去哦。我们明天日出见，拜拜！不，今天呢是我潜水这么多次以来第一次感受到潜水是很危险，差一点死掉。你下来的时候那个状态不是很高，受不了。而杰西的脚受伤。小浩的脚也受伤。
go， 我们就去看那个潜水浮潜的画面吧。Rocky 的 pattern。